现在有新的变化嘛，哈，在前一段时间是这样，新的变化我们要看这两天啊整体的一个发生跟我们居家隔离的情况的执行，是不是有在发生新的疫情来去判断。2月4号是一个观察期，那这个是节目改变。我刚才讲过，就是说现在有新的变化嘛，哈，在前一段时间是这样，新的变化我们要看这两天啊整体的一个发生跟我们居家隔离的情况的执行啊，跟着我们圈下来的里面或是外面，是不是有在发生新的疫情来去判断。